哎，林恒跟他衣服也太不结实了，还好有夏梅，就是。难怪他能拿下神君瑶，人美心善的小姐姐谁不爱呀？可我觉得林恒跟夏沫更般配啊，尤其是刚刚缝衣服的时候，小鸟依人的样子太好了吧。 林恒老师，再等一下啊，还差一丢丢。没关系，我不急的。嗯。啊，夏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。沈君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林恒老师，衣服坏了，我帮忙缝一下吧。痛不痛？不痛。以后小心一点。我小心。抱歉，沈总，夏小姐她。你是哪位？ 原来是林恒老师啊，我们叫夏沫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夏沫，站在棚里合影呢，工作做完了吗？就过来了。我马上就回去。